己好势啊！你讲，我放尿尿啊，无放屎啊。那么恶心个？哎呀，有只有只无放，我哪有屁嘞？对不？那我了有你无？啊，人无水哪有法度？矿泉特烂时期啊，啊无买矿泉水啊，敢有十块好买啊？对个，都无十块都还袂赚到，你要叫我买？你嘛叫我赚到，我等下头家提醒我，我等下干嘛点买一罐矿泉水再来洗手？对，那去搞再来等等啊，去搞一张。我拄只伫遮办个，我要安怎去走？人兜无水，哪有可能？我无去人兜，我伫咧外口。你伫后边忙哦？嘿啊，后边暗暗个所在，我来甲写啊，你无咧惊笑？拄只来个本人啊，嘿啊，啊咧出来。你不硬哦？啊？你不硬哦？安怎？你伫遐放尿啊？我袂讲，我伫树仔脚迄边，关遮啥物代志？哦，我伫树仔脚啦。山里无工食，山里拢总干那迄个竹笋尔啦，所以尽量迄个足方便的吼。人生哦，拢一定爱有经验。人家我来咧讲，你着话好甲我讲。啊，即摆阵安尼，伊要甲我讲，伊也毋知要安怎讲，伊我捌查过，伊捌查过你哦，所以着讲无落来啊吼。我今仔你有咩经验讲互我听？啊，我有经验讲，你讲我毋相信啊，讲我咧好笑，我咧白赞。所以咱两个拢总会着经验来讲，讲互人家听。我讲，一个人说不信啦，两个人说怀疑啦。对不？少年是不是安尼？所以爱较济啦。啊，我你若感觉袂歹，你再搁招一个去，再搁报一个去。啊，咱三个人刚待先就开始讲咧。哦，即落讲咧，我若讲安尼讲，你有有影？我若搁讲安尼讲，是了，真正我有经验。好啦，谢谢啦，感谢啦吼。来看无？袂看，袂看，袂看，开始跳吼。哎呀，感谢咱的空中美人，咱的美跑妹。笑来讲。